但我什么时候希望关的你好坏，应该是吧？收偷章，这是一个活动，这边是要手处理包，要手指剪一是展招，展招，这边那 V2 角色，这边呢？啊，这么7天登录奖励呢，就直接送你这个爵士歌姬。哦，上官网。那你有妻子之后，你就已经宠幸了。那一样先去政务。这个隐藏吗？好像不行。这边可以兑换系号。这边，这边，哦，这是理发中心吧？好，这边金山三次，我这边随机转换。最近那红颜系统哦，他其实做的蛮帅的。通常我们前期都会拿去扩，这些位置也蛮大的哦。那我们就是这一关卡实战。那你刚才看到，那就是我得到的红颜角色啊。我就继续带走。哦。所以你觉得他的改作有比较猛吗？跟那个一般的手当官手差蛮多的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差很多这只 boss。哎，boss 他靠完了。好，所以整体而言就是这样。哦，他一样有皇宫，因为他皇宫不能，我有说他不能拜访哎。这边啊，因为其实这游戏之前我们有玩过啦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把一些奖励给领起来。我说我们这边领一领，可能我们就可以直接再扩充。哦，所以这个就是免费元宝的取得方式哦，就像是活动了哈。光活动其实就已经送你一堆了。我们看我们这边就取得大量的元宝，更不用说是资源哦。那因为那个的关系，你们就是点完就直接点领取就可以关了，哦，不用让他们跳。啊，你看这边都不无小补啊，这样积少成多也是很多颗的哦。好，就给我一个喜欢，也可以订阅。